今天是常年期第29周，星期二。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三位至尊唯一的天主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上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圣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要把腰束起，把灯点着，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有婚宴回来，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者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，亲自前来伺候他们。他二更来也罢，三更来也罢，若遇见这样，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。”基督的福音。在宁静中，默观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我是否彻夜地等候主人归来？
当自己听到主人敲门时，是怎样的感觉？开心、紧张、担忧、喜悦。在祈祷中感受自己的心情，并不断地向天主开放自己。聆听耶稣对自己的答复，感受自己在耶稣的爱内是如何的自由。
求天主赐我一颗敏感的心，永远赞美光荣他。祈求耶稣的母亲为我们转导，万夫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，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